新年快乐。新明月亮，平平安安。如果再回到20年前，你还会给高启强送年夜饭吗？也说不好。那我妈妈呢？看多了就习惯，那习惯了不难受的不就是麻木吗？但你需要的。队长，教练，徐江，我一定会抓到他。我能自己当好一个警察。可我不想当个本本分分的警察，不想这辈子就跟他当兄妹。我从来就没有爱过你，我对不起这身警服，更对不起当年国会下的誓言。报告啊，安心，你是一个好人，我一直把你当最好的朋友。城市另一面的黑暗让我始料未及，在我的面前的是一头怪兽，它只不过微不足道地向我们亮一亮牙齿，就已经足够撕碎我们普通人的一切。你儿子不是我杀的，你他妈是我杀的。我说的杀人犯是高启强啊，你就是个臭卖鱼的。韩警官啊，你要摔死我，你会毁了自己。我也毁不了头。你们不能，你们不知道，我的命不值钱的。师傅，师傅，千万别跟他说，他爸是个坏人。这次我帮你一次。师傅，告诉我谭思言的，快说。我要的是真相。马上就要真相大白了。再多几天战友吧，后面要靠你一个人坚持下去了。安心，有太多人不明不白的死了，有太多的事不明不白被压下去了，我要给他们一个交代。